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我的新歌《一事有成》已经在 QQ 音乐上线了，快来收听吧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周深跨年主题曲《一事有成》今日上线。总有某个时刻，要对自己说，我绝不退缩，再重新回到。周深又有新歌上线了，由央视新闻、腾讯新闻、腾讯音乐联合出品的周深跨年主题曲《一事有成》正式上线。周深的歌声太有感染力了， MV 中一幕又一幕精彩的瞬间是每个人努力拼搏的结果，航天员、体育运动健儿的顽强拼搏，为救山火牺牲的消防员，脑瘫女孩坚持学走路，他们都是做不认输的少年，再勇敢一点的人。伴随着周深的歌声，内心也是特别激动，温暖被治愈。偶像的力量也是一种榜样，不同曲风的歌曲也能表达不同的思想。正如这首歌曲演唱的那样，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那么有力量，这都是周深用歌声演绎出来的，让人听了歌曲内心重燃战火，即使跌倒了也要勇敢爬起来，为自己的梦想而战。某个时刻要对自己说，我绝不退缩，再重新回到起点，周深跨年主题曲《一事有成》上线，满满的正能量，越听越让人感动。另外，大家期待的《时光音乐会2》将在今晚19:30迎来第四期开播，本期是方文山专场，其实大家完全可以理解为周杰伦专场。方文山作为庄主来到现场，时光音乐人田震、孙悦、梁咏琪、阿杜、周深、胡夏以及时光好友温岚、刘宪华在跨年前夕惊喜献唱，纷纷带来由方文山作词的数首金曲，为经典歌曲注入全新灵魂。
时光音乐会二收视率一期比一期高，尽管只是一档音综节目，但周深的高能舞台承包了很多歌迷的追踪欢乐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周深演唱的《光亮》《回到过去》《欢乐中国年》都在社交平台上取得十分不错的成绩。节目中，周深一首《欢乐中国年》惊艳全场，一开口就给大家惊呆了，尤其是田震老师，给整懵了，就剩表情包。歌曲结束后，田震老师更是发出了四字词语，难以置信，非同凡响来形容。不过，这也恰恰证明了周深的深厚唱功。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，而第四期周深选择了听见下雨的声音，这首被烙下了熟悉印记的歌曲曾经惊艳了许多人的许多盛夏。周深用他轻灵飘渺的声线，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下了一场沁人心脾的冬雨。正如歌词中所写，周深的改编如轻敲窗台的雨滴，凄美而动听。天籁般的歌声和惊人的控制力，唤起了这首歌曲的另一种意境。本周五又将是一场难得的视听盛宴。然后，今天不是有一个热搜嘛？然后呢？周深就也看到这个热搜，他就觉得很搞笑。然后呢，当然我这个就跟周深开玩笑哈，不要觉得我道德绑架他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周深就觉得很搞笑嘛，然后我就给周深说，我说周深，如果我到时候真的弄这个歌嘛，中间比如说来一个高音部分，你帮我唱一下怎么样？快起来，如果的话啊，我还给他说，这就像当年周杰伦和费玉清的《天籁之》的合作，本来想说《天籁之音》，直接写的《天籁之合作》。但是我先说明一下，我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在这边逼人家周深一定要跟我合作，我只是觉得整个事情变得一个走向一个非常好。